you。啊，跟你说什么？生气跟批评皆是你他的好处。经济呢？你们没有兴趣的，你们不用看，我不会强迫你们的。你们喜欢看，你们喜欢学，就我也很乐意教你们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么你看到我那个小心眼做好了，你怎么做了哈？他跪得下来，你看，不可以长时间，一点点一点点可以了，不可以长长长长长点都不行，一点点都没关系。那么我首先拿出来先，我教你怎么做了哈。啊，做了做这样，那点是要你教。你的你教，你教来。等我拿出来一下，怎么拿出来？首先呢，我教你怎么。你首先呢，我就教你怎么锁呢？锁那种，那种夹板，系有用的 ，string 的 ，string 有用的。咁啊，它很轻的，你看，我相信呢，100g、200g的，不会很重，很轻很轻。OK， 很轻的，很轻的。嗱，要够硬，要够硬。咁啊，怎么做出来哈？咁啊，我呢个已经做了啦。因为你锁的时候咧，呢个系两个夹住嚟。如果你没有嘅，我等一下教你另外一个 design。呢个 design 是怎么做啦？首先呢，我们用个香风啊，咁样。如果你个手指一般嚟说咧，晾到脚嗰度咧，晾个脚嗰度咧，最后咧就是打完。咁样呢个手指是这样，最后最完美。因为呢个可以长，一只脚可以晾住。咁啊，如果你这样啦，就晾不到，很容易坏一点。所以这样就比较完美，看你时间啦。咁啊，然后你要怎么做咧？已经做了一个比赛啦。因为我方便我等一下，一只脚，一只脚，放在这里，跪掉，跪掉。咁啊，然后呢我要怎么做啦？咁啊，然后放入去，呢度系啊，呢个书。准备个耳塞的，耳塞的，那个耳塞的，因为我直接拔出来，不要紧。耳塞的，那么圆住了，拔掉就行。那么如果它有两层的，就比较容易拔出来。你拿个工具呢？比如说拿什么工具呢？看你自己了，因为。我，你看我什么工具都有，剪刀也好，什么都好。咁你当你，因为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，即系我想尽量快啦吓。咁啊，挖到呢度个地，不可以过脚，不可以过脚，脚块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一定要与那层的不一样。咁啊，这个改刀。出来了，好了，你拿个东西，丢也好，什么都好，你自己喜欢的哈。中间拿出来，令到它两层分离的，我讲的，我已经画到了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你赶紧做一下，咁我放这边。咁啊，你完成了咗之后咧，咁啊，要怎么做咧？呢种就是一种，一种咧，那个阿罗米尼。当你挖空了咗之后咧，挖空了咗之后咧，你就将它一度不用，一度不用，这个不用不用，还连接着阿鲁米尼，铝的纸、铝箔纸，阿鲁米它已经有双面胶纸，不用我们有，它有卷的，咁我教你怎么做，然后呢个要怎么做，拿个东西，有那个袋子。这个纸拿出来，很紧张，因为我没有准备好好。OK， 没关系了。咁啊，你这样，你这样索大嚟，咁啊，拿个热嘅东西烧，拖动，拖嚟咗就穿过去，弄死个，弄死个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的时候，弄好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这样嗱，咁啊，要完美一点嘅，呢度即系画嘅，你就用呢种纸，咁啊拉出来，
一整个捆住来。那捆住来了之后呢，咁啊已经完成了，完成呢就是那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做好了。这个已经做好了，咁啊要怎么做咧？就是这样，你破个字，呢度不用，呢度即系呢度用不会用歪你嘅电话，呢个两两粒试用放喺呢度，呢试用。咁你可以用啲石卡咯 ，OK， 掉出来。不用嘅时候，你就放啲自由度，好像这个 baby 啫。所以变成了我们就手不会痛，所以那个东西大概你们记得怎么做了，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介绍你拿的那个东西就过来啊，比如说那个 BB， 你放在脚的，放在脚的。很舒服啊，对，一只手指，又可以了，所以不用完全不用麻烦的脚也不会掉，这都很好啊。这个要不要个曲边你了？还有那个要怎么做了？那个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你看，因为为什么用一种比较啦，它很轻，还有一个东东很轻很轻，所以我们什么都是从轻轻的东西来做，就是我靠那个铝的吧，啊，这个我来顶住它。咁啊，如果我放在地沙来，咁啊，这张台来看，咁呢个东的，呢个东的，咁啊呢个一条铝的，啊，咁啊勾住这个，咁啊，啊，不会丢啦。当我们做一张台的坑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块板呢是这样的，你可以这样看吗？这样看你就舒服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能够弯，这个就不弹了。这个不弹了，就是当你的脚呢好像歪来歪去，不够服，这个比较好。咁啊，这个完全你也知道怎么做了。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，只不过我想了很多年，想那个 number one 出来，一看是很简单，但是我当我想思考的时候，真的蛮辛苦，什么东西都尝试过，就觉得这个是 number one， 敢推给你们，以前我发明的东西我不敢告诉你们，因为不好用。怎么好啊？这个怎么好用都建议啦，还有啊。如果你家里呢找不到那种游泳板没关系，因为这有的时候那些很软的，很软的呢，一挖那个很薄，你怎么挖？所以另外一个第三是教你怎么挖，比如说你买一块那些泳板，因为那些很舒服，不要用塑胶，不要用那种垃圾铁的或者不要用那种木的很重，那种很轻，还有不会割伤手，很痛，不会很痛，很舒服。那今天准备两个杆，我已经挖空了，也同一个道理，你已经挖空了，为什么一块是可以的？因为你的电话放上去，因为我弄了个小电话，这个电话已经我弄个小的电话，所以这个电话可以，因为我有放你的这个电话准备给我朋友，我朋友请我帮他做的，OK？ 就是我朋友电话很小，所以我就变成我自己用出来我因为我不可能在你面前有事，那么然后我做好了之后我要怎么做呢？就很简单，那么将这个也是同一个道理，同一个道理，将你的电话打小了，将你的电话大小啦，咁啊，先呢个电话小的，咁咪放下去挖挖挖挖咗，挖空来啊，拿个刀片，割，拿个刀片嚟割，割了咗之后咧，也是里面咧嗱，咁你呢块很薄嘅，咁你不可以挖呢个很浅啊，咁呢依然后放在这边，拿呢支钢，呢种钢，倒下去。咁啊，粘住来，粘住来，咁啊，呢个比较唔对劲呢度，
挖挖挖挖对挖挖，你看捏下去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个电话就气得住个电话，气住个电话，然后，咁啊，然后我们呢支胶完全粘住，而且如果你更安全嘅，你最后拿个胶个枪用力胶胶住胶住这边，胶住胶住这边。咁啊，然后呢，咁你胶好咗之后咧，你比较，因为为什么我鼓励你们呢？用纸啊，用纸比较好，用书架好啊，用纸啊比较好舒服。咁你啊，真的，真的比较出来了。咁啊，你们真的很完美的电话，所以当你用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你们看都觉得很讨厌或者很嫌麻烦。但是当你想到你手痛的时候呢，今天我真的懂他是救命恩人。为什么他能够救我的手？你信不信？因为当我电话呢，我好多时睡着了，哦，差不多，咁啊，一天掉五六次，咁啊，变成我就想到有一天我真会掉烂了的，不止手痛，还有心很痛，很多钱的嘛。所以我用这个方法，我觉得 number one， number one， 因为它的好处就很多，起码来说。为什么你怎么带快呢？主要带一点呢，因为你怎么小的一点啊，那么走位置你怎么控制它，所以变成如果你的电话很小的，你拿一个东西很小的放一道，我送我放一个东西，那么譬如说它很小的，那么哇，你控制不到，所以变成这样好像不够厚破屋子给他住在里面，破，所以变成他我们用的时候，好像有点蛮方便，一只手又可以，一手休息，一手也可以给，可以用，所以变成你两只手一边就很麻烦，连起不行。你看，你看，长时间你多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一走一个位置，不可能是这样，多数都是这样。跟你说，一天有很多个小时，你看，还有我电话一天丢十几次，一不小心睡觉，哎呦，哎呦，惨了。咁啊，拿着电话，又丢了啦。所以变成不行我，就是因为我睡觉令到我，常常丢落地上。咁掉落地上，不入边，我呢个电话已经掉坏了，掉坏了啦。所以变成呢，我就发明这个，真的古埃及啊，手没有痛，心也不痛，因为买个电话很贵的，那个电话给我丢坏了啦，丢坏了啦。所以变成我就想到这个好方法，好古埃及啊。如果你们觉得好用的，我真的觉得。为什么我帮了很多人哦？哎，我最近有一个笑话，我也想说给你听。所以，哎呀，我突然间也想不起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都要想到了，因为我今天做呢啲视频做了蛮久的，很多个做了三个视频，我很紧张啦，即系要准备好多东西，我解释给你们听。它的好处就在哪里？因为我如果我拿这个东西给你看，可能你没有兴趣，你觉得哎呦很简单，有什么好？外面有很多东西得买啊，什么什么，所以变成你没有一个信心。所以我做很多视频，我准备那个电话视频做了三个。第一，它的好处跟坏处；第二，怎么用它；第三，怎么教你怎么做出来。所以。我也很紧张做了三个视频，如果你有兴趣的看上去，如果没有兴趣的你可以不看。 OK， 拜拜。